其实我们苗来说，一般漂亮苗叫做矮状，然后根要开。好，然后像现在看到这个是，因为之前没有注意到，所以开始徒长的苗。那看到它现在叶子都还没有展开，然后它茎就已经长了那么大一截了。然后这样它看起来就变得非常脆弱，然后这样很容易被风吹断，或者是鸟跟老鼠都很喜欢吃它。徒长完之后就完全不能种了。因为种下去它也是马上就死掉了。那盘根的话就是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你看它根，它白白的全部它根，然后根已经一圈又一圈绕上来了，它根可以完全把它原本培养土抓住，就是它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棵菜苗，然后这样种下去它存活率会最高。